站在上面吗？饼干没踩，不用踩一下就 OK 了。走开啦！我走开啊！走开啦！那边碍手碍脚。好生气的，好笑的，超级生气的。开始啊！有限字数的话，那个饼什么干的会出超过二十个字。我觉得你们三到五个字吧。三到五个、哦，那好了，举中间啊，四个，好，你们完蛋了，我看到一个超屌的东西，哎，好了，哈哈哈，来，题目是什么？哦，不用拿出来哦，啊，我出哦，这个一定是 Lucy 或是蔡扎出的，我哪个臭仔出的啊？一定是我。听到臭仔就对号入座，完了，一定是我的题目。哦，这个有点超简单的哎，超简单的啊，只是超简单，太立体的。海绵宝宝吗？看我的立体感有问题吗？你不觉得？有，你现在才知道。有腰，真的有人出成语？有说话？有啊，有人出成语啊。还是那种很难去揣摩那种感觉的。不会啊，我之前做过什么天降甘霖，都有人猜出来啊。天降甘霖，太棒了，还没好，我还在思考。算了，随便，我听到了。到底是哪个死臭仔出的题目？死臭仔，为什么说是死臭仔？完了，我知道你抄到什么了。已经是菜渣，关我的事啊，绝对不是。这东西已经是菜渣啊？怎么会是我？为什么？你有六个胃吗？对，有六个胃。什么东东？繁星一直获得成就。那解成就啊？你已经在解成就了，太闲了。等一下，我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，我连四个字我都掰不出来。我连一个字都掰不出来，更惨。我来看看。要在这哦，不题啦，什么东西？这个好像没有很难。这东西谁乱猜题呀？为什么还有符号啦？这游戏一点都不温馨啊。我觉得很温馨啊，大方，算和平了。上一场都会有死掉的狗出现。你想，哦、好吧。先蛮心啊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盖第二个人，我要盖第三个人。怎么那么多个人 啊？不会吧？真的啦。你是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？走了，我们先去看题目喽。下次有事的时候，请卡特脸。Oh my god！ 怎么话？那我这个人做这个东西是啊，嘲讽猜的人吗、啊？嘲讽猜的人是怎样？侦查守卫，谁出的？我啊。侦查守卫，侦查繁星出的。太仁慈了啦！哇。繁星现在什么？就是侦查守卫啊，一看就知道是侦查守卫。等一下，哎，反了吧？抽到是这个呢。反了吗？反了。反了。会发来的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最后一个。所以这题没歪，太爽了。那我们这次从最后一题猜回看回去好了。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侦查守卫。我做的厉害吗？我、哦、还有血条，哦、天啊！血亮哎、欸，厉害吗？还签名，还会那个亮亮的那个效果，他做出来。低能还签名，还签名低能。谁做的？打鲁擦眼，打鲁擦眼是什么？还好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我要讲彩彩真的做的超好，侦查守卫，下一个无可推诿。哦，那个玻璃真是好漂亮，各种啊，玻璃好有设计感。对啊，天哪、啊！来第六题，碍手碍脚，我靠！你们做这个，这超难的。谁出的、啊？什么题目？残忍哦！谁出的？谁出的？我出的。白痴哦、喔，这什么？这辈子没有人猜得出来、啊。猜得出来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想不出来怎么猜。碍手碍脚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对啊，不是你的问题。你看他，我尽量表达出他手跟脚碍手碍死这样。所以是猜什么？愚公移哦，愚个头，靠！愚公移山我盖，哎、欸，这个盖好厉害啊！愚公移山我盖超久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你的伙伴也猜愚公移山，真假的？他也猜愚公移山？天哪、啊，彩彩，你真天才啊！我有烂头了，Lucy， 你跟我一开始盖的好像，各种偷懒，最后我猜的，猜什么？土石探访。像啊，天哪、啊，怎么都这样？探方小强做那类也太衰了吧！啊，就碍手碍脚没，就很那个。不行，又在嗜血了。魔物猎人谁出的？啊，就是这个，气死我了！谁出的？我出的，我出的。嗯，刚刚想到爱猫吗？是你出的。饼干，饼干我懂你。烤肉，饼干我懂你。好猛啊！哎、
我没玩呐、啊！天哪、啊，魔物猎人呢、欸？我猜对了，我猜对了啦！我原本想猜生肉烧烤，后来想说不对，应该是魔物猎人才对。怎么办？然后我就只好，我只好把他的 logo 盖出来。因为我刚好看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完了，这个 logo 好像曾经在哪里看过。你怎么盖 logo 盖超久？但是我一转过来看到，有一只爱露猫，我就想说完了，我要怎么发挥？魔物的 logo 是这个、哦，爱露之光，就是爱露盖这个，爱露的耳朵发出来的光，爱露爱尔之光。是什么？塞尔之光吗？一个剑士，一个法师啊！弓箭手还没盖完呢、啊。对不起，我一个智障的举动害你盖了这么久。你知道我都是猜你的吗？魔法少女。魔法少女。这个魔法少女怎么猜出来？太像魔法少女的、啊。怎么猜得出来？魔法少女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真的忘记了。钻石吊牌。钻石吊牌。靠背啊！饼干超靠背的。饼干，你看我盖很不好，对不对？你太不懂了，太差了！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我一看就懂。我思考很久，我答案到底要写什么？那你写了什么？我看。好悲哦！钻石吊接，太屌了！没什么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是差不多。钻石吊接，只是过我吗？是我盖的。我想说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钻石吊接，我就做了一个钻石牌。你好弱、哦，你看我盖多好，我看不懂这个啦。你知道我猜什么吗？超强的那魔法盾牌之类的。背脊坠机，为什么？你就这边看呐、啊。这个背脊，这边才是正面。哪边？这边。对啊。我还是看不出哦，背。你说往下飞的飞机啊，从上往下。哎，我题目出的那么好，对不对，太阳？一气这个，你跟我的有点像哎。你们两个盖懂了，你们两个盖一样的、啊。一样。为什么变太阳疫苗了？啊，我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啊！就是一个针筒啊，然后后面还有人画太阳。这是签名啊！你签个屁名啊！神经病啊！飞机啊！哇，我这题我出的，为什么没遵守？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出来都很痛苦。哎，好厉害哦！我靠，好难哦！你的谜题等我等多久，就是为了这个小护士。好屌！哎，我一定要讲，这又是我猜的。曼秀雷敦猜对了。我本来在想说小护士，不是三个字，然后后来我想面夫利达姆不是五个字，那这个呢？后来想到啊，曼秀雷敦。天哪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谁盖的？我，好厉害！也蛮厉害，也很厉害。这个小护士没睡好，恐怖而已。这小护士歪了，歪了。是没睡好，变墓碑佳佳了。就是谁猜的？谁猜的墓碑佳佳什么东西啊？墓碑佳佳？什么墓碑佳佳？乱猜！白痴哦！谁猜的？我都不知道怎么盖。墓碑佳佳是什么？真的是墓碑佳佳。不被大家，好可怜啊！后面猜什么？死者苏醒。我一打正宗，打正宗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哦好强哦，好强哦！我想说，我要来一个让大家困扰一点，超强的。怎么这样？你把正宗整个盖出来，好疯！听我说，你们没看题目，你们想想这是什么？就是一打正宗，小蜜蜂，我会猜一打正宗，因为我很喜欢他。再来是什么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虫虫战士谁猜的啦？对啦，那个虫虫一打正宗，没有玩，我没有玩战国。一打正宗，虫虫战，我没玩战国时代啊，谁盖的？我看到这个困扰很久，我以为他盖是被他以为对面还有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以为他在跟谁对峙这样子。这是谁盖的？重点。所以我就猜了，我猜那个虫虫大战。虫虫大战。原来是虫虫，原来后面盖的是虫虫大战，做的好像。这是大战哦，我以为是百战天虫哎。对啊，百战天虫。好像百战天虫是一样。百战天虫就叫虫虫大战。是哦，一样的。一打正宗变成百战天虫。哎，可是一打正宗盖的超棒哎。一打正宗超帅。我超喜欢这个一打正宗，真的超有意境，超帅的。西部牛仔谁出的？西部牛仔我出的。西部牛仔，牛仔，我看看，那很简单吧？哎，他做的好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原来那做的好好，太难，哎，好酷哦，哎，原来是这一面看，哦，好像哦，繁星盖的，好帅。你们看，这里还有个警徽，它是，对啊，盖的好好，哪里？胸口啊！我、哦、靠，好屌哦！超级透明箱，完了，歪了，真的是西部牛仔。
扯了。对空鸣枪，那这是我盖的，好屌啊！对空鸣枪，有没有一把枪对空这样子？我很努力的。哎、欸，刚才看到真的以为是大便哦，哪有像大便啊？对空鸣枪怎么变这样啊？那下一个嘞？他猜什么？鸣枪示威，你们是接龙哦。鸣枪示威，哦，鸣枪示威是我盖的啊。惨了，蔡总不要打我！完蛋，你给我，你给我烂的！哎、欸，我鸣枪示威是不是画很好、啊？拿着火把，火把，火把！天哪、啊！有火把！你奥运哦！没有啊，你这个也不对，是传递圣火，他前面那个不是有拿包包吗？我觉得比较像是小偷在。我还以为是披风哎、欸。那是小偷。圣火，我圣火怎么可能这样画？圣火画一个人就可以了。当裁判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笑到快死了，太好笑了。一开始有时候，我靠，大家都好猛哦、喔，大家都好猛。我觉得凡瑞那个真的好可惜哦、喔。对，一开始大家真的都好猛哦、喔，然后到第二关，我就开始笑到快死掉了。蔡大，你在盖那个鸣枪示威的时候，观众就一直在说，感觉很像拿火把，结果真的被踩中。靠，真的是火。什么火把、啊？天哪、啊！财神是笨蛋吗？啊，就真的很像火把，连观众，然后你在骂观众是笨蛋。他们本来，没有。然后我第一眼跑过来的时候，想说那个是警察抓小偷，然后因为那个看起来很像是小偷背那个背包要跑走，警察鸣枪这样。我的鸣枪在哪？警察抓小偷。